看来这是要暴露，要不要装个体力不支？这是做什么？不是以情会友吗？一开场便震得人头晕目眩，原来这就是秦色谷的待客之道。这趋势看上去仙风道骨、与世无争的样子，其实骨子里也想向世人宣布，趋势才是天下无敌。怎么古人也这么虚弱？看来这是要暴露，要不要装个体力不支？算了，我可以不受秦音蛊惑，轩辕离歌是知道的，而他又是趋势的首席弟子，想来早就向秦四二老报备过了，我装模作样就没有必要。离歌公子，不愧是龙渊第一琴师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晚辈白飞耀代表白氏家族应邀前来，路上耽搁来迟，还望秦孙二老海涵。与江晨和卢素影勾结的就是他，故意来迟，哗众取宠，果然有问题。白少主已经来迟了，又怎可直接冲到台上去呢？多少有失礼数吧。
既然白少主亮相了，便请快快就坐吧。金色二老，难得流仙岛有这么个共聚一堂的机会，晚辈提议，不如一月之后的家族排位赛就在今天一并给举行了吧。这小子果然是来挑事的，欺负卢家无人呢。笑话，少主何时可以代表流仙岛了？这是我家祖传的扶桑种子，我愿意拿来作为家族排位大会的奖励，谁赢得了比赛，扶桑种子就是他的。扶桑种子是什么？看大家的反应，难道是个价值连城的宝贝？请二老作证。扶桑神树，水火不侵，永不腐朽，若有幸种得一棵，那可是镇宅之宝。由此做赌注，趋势这场盛会值了。卢家主敢不敢应战？卢家主，卢家主连站出来的勇气都没有，凭什么教训本少主，又凭什么来代表流仙岛？你